Coco 李玟在五日晚间经传离世，并由二姐李斯玲证实2号，留给大家一片震惊。从姐姐发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，李玟这几年深受忧郁症所苦。然而她今年2月才惊爆，因为腿部天生缺陷导致走不了路。没想到今天又爆出李玟在生前半年罹患乳癌。据 ET Today 星光云独家报道，有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，这半年来李玟都是一个人勇敢抗癌，就只有姐姐陪在她身边，连妈妈都不知道。好险是尽早发现，才能赶紧切除肿瘤。不过她也透露，在李玟一个人进医院时，她的老公却去旅游，当时身边人不断苦劝她放手，但李玟就是听不进去，让她崩溃直呼，真的很痛心，为什么那么傻。而李玟离开的消息曝光后，网上一度传说她的富商老公行踪不明，后来才又有知情人士透露，男方在事发当天并不在香港，是直到事发隔天才回去。据悉，李玟的葬礼将以佛教仪式举行，家人也打算举行一个歌迷追思会，让大家可以好好送别心爱的偶像。